今天呢比较悲剧一点，就是昨天下大雨嘛，然后我的背包其实是防泼水而已啦，所以你整个长时间在那个雨的淋雨下，带的换洗衣物全部都湿，全湿，好不好？带的衣服都湿了，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办。今天赶到台东去嘛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看完曙光就结束了啦，哎，还好有带拖鞋，出发。今日东部第一站文鸟林，好，我们终于到了花莲了。然后一转过来就看到我上次住的地方。我身体的记忆点还蛮准时的，停的点都一样。我总算吃一餐正餐了，好不好？而且还是前烧的哦。你看这个真的是鬼斧神工哦。我每次来太鲁阁这边，我就觉得哇，太壮观了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来到这个。小伙伴没来过，小伙伴表示，表示谁？觉得漂亮。小伙伴表示，嗯，你，这个花莲就是要被折磨死啊！好，各位，我们买完名产之后呢，接下来就要面对了。我现在还在那个花莲的北端呢、啊，然后等一下要杀到台东，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是台东，要骑三个小时。准备迎曙光啊！对啊，今天要跨年了、欸，哇！新的一年终于要开始了，辛苦的那个环岛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 ，Let's go！ 耶、yeah, ，我一个人独自呢环岛了四五次啊，看到这次也看了四五次，这一次是跟探险团的伙伴一起来北回归线。其实我跟你们说啦，这个北回归线的这一支柱子呢，就跟那个地理中央碑一样，有没有？这是一个象征性，所以就算碰到它了。也就是，哦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好，各位如果有看过我环岛第一次机车环岛的话，就会知道我那时候苏花卡住的时候，我就是在这边睡觉，这个厕所前面这里，就地重游。不信邪，这我就是不信邪。肩膀好痛哦，不管环几次都是一样。哇，我肩膀好痛，超痛的，屁股都麻掉。台东的团员支援来了，及时雨了，你看还有这个，哇，真的欢乐送哎，实在是不想出门了。然后影片刚用完哦，奇怪，上次有那么痛吗？我老了是不是？吃老了吗？吃力下去撑不住了，真的，我要带五条。哇哦，哇哦，全爽了，你俩应该要贴一下。OK， 感谢你。就买点东西，你们那我就带你去，我也不打扰你了。我真的很开心哦。在众人面前唱出这首歌，现在是环岛，现在是要开车了，是不是？我都太硬了。跟你站这个东西，今天要来体验一下 Go Go Go。你说按刹车，然后按 Go， 这个按住，按住，好，放开，启动。等一下，我发动一下就 OK 了，已经发动了，现在就可以骑了。对，现在你可以吹油门吹吹看。哎呦，原来你是没有引擎的。奇妙的感觉。现在在看看这个明天看日出的景点，那个它是四家啦。哦，啊，你们看看它长得像什么？自由新政。前面还有一条更像的，明天天亮就给你们看。哎，后面已经梦来了。哦，已经飘掉了。
他是真的上跨年了，好扯哦！哇，2800，他放好大，还有三分钟，还可以再玩一场，再一场，再一场。那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2018到2019，哦，700人哦，好不好？这史上最短的直播，跨完年从今年开到明年就关了，好不好？还有20秒，19，哦，有800多人啊！为什么那个时间没有对起来啊？到了，新年快乐，各位！早安啊！现在是5:41，现在那么早起来只是为了看第一道曙光。一大早就蛮多人了，那游览车哎。没关系，好不好？这也算是新年的第一朵乌云。这个啊，昨天晚上给你们看的就是这个。你们觉得这个公共艺术装置像什么东西呢？来放大一点看啊、哦，很艺术哎，这个太艺术了，我看不太懂。这样子呢，跨年任务就算是结束了，接下来就是环岛任务了。这次有两个任务，回到台南才算结束真正的任务，跟台东 say goodbye。哦、oh, ，好的，各位终于回家了，完成了这次跨年环岛，真的都完成了，两项都完成。虽然骑机车省油啦，油费大概600多而已，但是那个反应在你这个疲劳感上，好不好？完全反应，我这边真的痛到一个不行，人生疯狂一次就好了哈、哦，更何况我还两次。那这次的算是跨年特别企划，就到这边结束了啊、哦。那我们就然后这影片不是在明就是影片了，这个吧，See you。